我是里面先生，我是里面太太。今天我们录的心情带你飞。就他说里面带你飞，就是要先飞到他里面来。而且我们飞在这里面，飞到连我都觉得哇，飞到了外太空，飞到了宇宙，飞到了宇宙星海里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该走出去了，我们不能一直懒在沙发上面。所以带你飞，如果现在没有疫情的话，我们就带你飞出国啊，就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会拍一系列的东西。现在没办法飞，我们就会 飞到士林，台北士林，飞到台北天母，台北天母来采访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就是现在非常当红的设计师。是的，就是带你飞的由来，跟着我们飞。嗨，我跟你比较久没见，我就想跟他见面。有你不在，应该是没有办法留时间。好了解我们啊！与其设一些莫须有的尺度，就雷比了啦。哇，你很棒哎，你好，喜欢喜欢，好高级哦，好可爱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的尺度都很正常，就屁嘞。这边经过我们司令台前方的是我们 Dennis。 Hello， 我们来。待会分贝如果超过70以上，请大家来订座机设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大家怎么都50啊？这边只有里面请。对啊，所以每次拍这个漂亮的照片都要带这个打卡。哦，这里好大一个哦，好厚哦，可以装5个，可以站5个人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你这里灯光是不是有设计？因为每次拍的那个角度还有那个光都很累。因为这边顶峰。啊，这是个完美的角度。你看，人都变美了，你们看。因为镜子有特别的摆斜，有一个角度，所以又会再往上拉一点。对对对。哇，所以你平常就是你的办公室就在这边。对，我平常这边，然后一年没有写这边，然后这边就是平常那种衣服试好打样之后，我就会在这边试，因为那个那个神秘的东西。密室，有密室，等等，有密室，有密室。你其他密室是怎么样的？应该就是一个厕所吧，就是一个双层空间。很凉哎，这里有暖气，很好。哎，好高级哟！我要穿这件。Benson， 你要穿哪件？我穿这件是不好意思，这个尺寸竟然很太小。Benson， 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挑下一届的新品吗？对对对，我抢那个是那个是跟 Tammy 的联名的。哪一个？好，这完全我的菜耶。荷叶边加那个落肩，对，超美。单肩就是单肩，这叫单肩。那我们是先试穿还是先采访？你可以先试穿，你可以不要穿这个。Oh my god！ 就是它其实没有露到很怪味，对，它是一个侧面，嗯。我们其实后面做刚好是就屁股蛋是完全包住的，嗯。做个慢的，越慢越好的，越慢越好的 ，yes， 越慢再慢一点 ，yes。感受一下你的身体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哎，这是若隐若现，好刚好。可是这件是真的很厉害的事情哎！这个刷很好 Q 吧？语文呢？哦哦哦，语文。可以用其他吗？很好看。好啊好啊，一起拍一下。
今天我们飞到哪了？我们飞到了天母，来到了尼克和佛伊莎的办公室。你是不是很纳闷说为什么要叫里面带你飞？就是因为离开家里。对。哎，你很有了解我们哦。而且我里面带你飞还有一个手势，叫做里面带你飞。大家观众会想说是什么什么形象？不会啊，我们观众都很了解我们。我们大家就是这种非常自然的，无厘头。反正我们只聊一些里面的事。对啊，首先要不要来先介绍一下尼克？尼寇是我的算忘年之交吗？我觉得啦，我没有到忘年之交吧，我们俩没有差很多岁。我三六，你多少？我二六啊。忘年之交吧，这算吧。小忘，小忘，十岁小忘年，小忘年，对啊对啊。因为我平常说实在，我跟年纪比较小的比较晚在一起，除了 Rachel 以外。是。所以他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，老灵魂来的，对我来讲。是，而且我还记得你们认识是非常可爱，就是。对。他是先到我到你健身房去运动，对，然后你就有一天去，然后看到有一个很时髦的人，就问我们前台说这个女生是谁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刚好要结婚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一拍即合到现在。所以你的婚礼上那几套美丽衣服都是来自于尼克的婚礼上，谢谢。 Amy 平常有在看我们节目吗？里面是那边在有啊，看哪一集高潮呢？高潮那集他有看过，因为他跟我说。直接爆料， I love it。我说，哇，他们聊得真的很开。然后我说，哎，你有看？哎，那我先问 DK， 请问你有前男友吗？我，这题可以吧？没有。那我送。你可以送我。我们在研发。你们在研发情趣用品？我们在研发。确定有厂商找我们代言？认真，我们认真，倒没想自己研发，就是一个男女都可用。对，男女都可用。你真的想做情趣用品？嗯，我想打情趣广告。你本来因为我们两个做节目就是想说以一种玩玩的心态，其实我们最终是想要做情趣用品来搞。是吗？对啊。对，我们是很认真有。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才录里面哦。没有，是因为先录了，然后有人跟我说你们有在卖吗？然后就觉得对，我们好像让人家有这种。因为很多人不会用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你们人生真的少体会到了一段就是很值得被体验的东西。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有用过，只是就是有人有，有的人就你不是会一直有这个。那你为什么不想要有？因为它不难买啊，你上网打就有。就是看我另外一半够厉害了。好害羞，因为现阶段就是。也不需要热恋期，对啊，像我们这种结婚有小孩子，比较需要的。你真的平常，会有在使用吗？有啊，四五个吧。像我最近就是会用的时候，是我有时候喝醉，人不舒服，想吐的，我就会说，我刚水快点呛出来，就很奇怪嘛，因为它很舒服嘛，所以你就可以转移缓解想吐的感觉，真的。有用吗？所以老师我有问题，如果你有点头痛，可以有点，比如说我昨天健身肩膀可以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有买过那个子按肩膀吗？不是，他是说如果你有任何人，就是用在那个地方转移你的焦点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可是喝醉后就不会更不舒服吗？你就会很舒服，这样然后高潮就睡觉了。因为我是高潮来之后会睡觉的人，我是不懂女生的高潮了，我是如果男生我。你大概懂对不对？就像好了，就像你想吐，然后你就请你的另外一半说，快点一直摸我。我懂，这个我不懂，但是我懂就是想睡觉的概念。那Amy有情趣用品吗？有吧，Amy长得是有情趣用品的脸，还是我这样体貌学人不对？我真的没有。可是你感觉很妈住哎，所以你看我们才发你这种，也没有人看得出来。是。那妈妈住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就门关起来。因为情况你看起来，你妈会翻你抽屉是不是？那你随时妈妈如果进你房间之类的。对啊。所以那个真的可以，因为我们最近就有收到几个厂商给我们试用，然后我们就有看，就有些真的就是那个形状，然后有些再怎样漂亮也就是那个形状，但有一个非常出其不意，它是一个长得非常可口的，那用的颜色是那种很粉色那种 Chakuma 是那种很流行的颜色。那我刚刚那个话题我很好奇，就是你跟你妈妈住，那如果你想爱爱的怎么办？不住我家啊，你就去跟另外一个人，他可以在外面过夜，然后那就比较好，有你妈在的地方你就不会爱。跟我妹一样，所以你也是会对就是性这件事还是会联想到父母亲吗？没有，我是说联想就是会有一点。没有，因为就是如果住同一个地方，就你多少可能会有一些声音。
很憋我懂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好像女生会比较 care 这个，就是在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房间里面所爱，就会有一点怕怕的。我们这一集很厉害，一开始就在聊很劲爆，因为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，我怎样说都说不回来。好，那我们来问一下你寇的日常生活哈，你都几点起来？我看你蛮早的，7点半8点吧。我现在都11点多又想床去睡觉。那这样还可以，那你爱工作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觉得每天来公司就很开心，而且很多事情可以做。灵感来源什么？像你这种就是你设计的这些都是从哪里？就是从你 writer 跑出来的。对，然后每天来公司其实灵感都蛮多的，很多衣服都是比如说先做一个配音，然后改来改去改来改去，做成这样。我懂，就比如说你身上这件原本裙子是齐的，后来哇小怎么齐的？对，所以就是。都是比如说先做一个配音，然后我们试穿之后，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改，然后再去，因为其实你眼睛看到会比较准。我发现有个女孩是自我完全插不进去的话，就是很多在讨论衣服啊，你知道要剪裁，所以你这样很密集工作时间，一天就是7点半起床，那几点？10点到公司，9点。尽量，我爸是规定9点半啊，但最近就是有。越来越晚的趋势，大概10点。因为以前这边还没有搬办公室的时候，我是没有自己的办公室的啊，所以你就跑来跑去。对，所以我都跑来跑去，所以我每天上班时间都不固定。其实因为刚好办公室之后，我又创时装品牌嘛，所以就更忙。我21岁毕业，然后回来创。21岁从哪里毕业？美国毕业，然后我22岁创品牌嘛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所以就已经也工作第5年了吧。那你创品牌有没有遇过你觉得我要疯了，我不想弄这种时候？有啊，应该很长。多，我也是。是走到哪里？就譬如说是菜鸟，是没有都可以。是婚纱这一块，还是晚宴服，还是时装？我觉得现在就是工作到现在第5年还好，但就是一开始前面第一年、第二年，还没有知名度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真的是就做的比较辛苦的时候，超辛苦的时候，就是你要。以前我们都还要去上海，就是参加很多展览啊，就婚纱展啊之类的。对啊，那个真的蛮可怕的。那个，然后你知道礼服又这么重，一件又20-30公斤，然后要从台湾要寄到上海，就很多成本。对，很多以前就是前面创业第一年、第二年的辛苦，跟就是还有不是心理，不止心理上，就还有身体上的一些辛苦。这婚纱跟晚礼服已经够累，你现在又推出了时装品牌，为什么会想要再多推出一个时装品牌？因为大家有需求啊。那时候我们川大爷就说你一定要做时装品牌，因为就是台湾这个市场是没有的，就穿去那种什么婚礼小洋装，对，因为他之前都很大件。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很爱买衣服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难选择，然后喜欢你自己真的喜欢真的女装，我懂，这是做品牌最快乐的事。对，然后其实还有就是，如果我比如说我上网，我想要买一件某某品牌的，就像这个是不可能买到啊。对，就比较少找到，或者是我觉得价格可能真的没有那么亲民。对，可能一件裤子，比如说如果这样的裤子，如果要可能要2万多，对，2-3万不会想买。你看 Felicia 在世界上已经非常知名的一个婚纱跟晚礼服的品牌，所以他推出这个时装的，你是不是想绑架的？你是不是很想很认真的把它讲完？没有，这是真的、啊，就是我觉得推出这个评价的支线，我觉得你真的是造福一些爱美的女性，像我眼前的这位，你看我多快乐啊！回到了老公，老公，然后7个月真的很夸张。你看，你说你这次单身多久？就是这个支线。3年多吧，3年多，那也蛮长的，跟我单身之后，就是对我现在4年了，哪一天开始觉得哇，就是这个男生了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单身久的人，我觉得单身久很难的一点就是你要如何去认定，就是一个人他是你的男朋友，然后走入那个关系里面，因为已经很习惯了，已经很习惯单身这件事情，所以你现在要我去接受一段新的恋情或新的一个人，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，所以对啊，我想听你是哪一天会觉得啊。就好像可以了。哪一天呢？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偶包超重，他也会。就我们两个偶包超重，然后他在我之前也单身，我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吧，所以就等他开始 po 我 tag 我之后，然后直到我跨年去，因为他是荷兰人，因为我们两个前面就是也测试对方蛮久的嘛，就是花了1-2个月真的去了解对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他年纪也到，然后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在外面到处乱玩或者是。到处交往的人，所以就我们俩花很多时间就是了解对方，然后真的就觉得说哦是可以认真交往。我想问，就是你做婚纱业让你感到就是幸福的瞬间，
但是第一个就是我真的做他有朋友，就你从头参加到尾。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他进场做真的有地雷，然后你进场做有地雷，就真的是变成朋友，然后活动。看他们结婚之后，我就真的有活动。其实你们的存在，就他吗？当然，有啊，所以你应该，对啊，你应该哭到不行啊，没有，可是第二次我觉得不是说哦衣服很漂亮，然后就是真的有一种，没有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对，所有的东西，婚礼就是一个氛围，就会让你觉得就奇奇怪怪，是，就是那个瞬间，不管谁跟谁吵架，你们之前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你们前置有多烦，选婚纱有多累，就在那个瞬间一切都对了，对啊，就这一切最，像你的婚礼那时候。嗯，这也是我觉得做婚纱业应该最好玩的一个 part。 你有没有期许自己的婚礼可以穿上你自己设计的礼服？而且你现在对礼服也那么了解，应该有很挑。你应该要公司吧？我应该当初会很忙。哦。我们是同一种人来。可你还是哭了啊 ，Katie 结婚你还是哭了啊。是，就是忙到终于觉得啊，我终于有一刻是可以好好感受这个婚礼了。终于把她嫁出去了。对对对。你不是前任哭了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也哭蛮早，所以那时候还有主持人压力就很大，因为那时候是开场前就哭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看到还有那时候旁边有。那你哭的点就是感动，就是觉得我找到爱。就 finally。就是 finally， 我走。Thanks God, finally 。Finally, Marco, thank you so much。不会纠缠我的。那一路走来。就是一路走来，就是来来去去，然后那么多的人，然后受了很多伤。要跳楼，然后在桌子下面哭，然后呢躲在厕所里面。天籁，你没有听过这故事？没有。躲在厕所。天籁的后面阳台就是员工宿舍后面有个阳台，有个洞，以前有个洞没有补起来。然后天籁开幕那一天，我其实跟我家人的时候状况没有很好，对，跟姐姐爸妈就是为了前男友未婚夫的事情，然后那天喝醉，我其实觉得那是我最靠近死亡的一次，因为我每次都说要死要死，可是我不会真的去做那个动作。哎、欸，那时候刚好我不在，我好像在巴厘岛之类的。那时候是 shock， 就是我们的那个设计师从后面一把抓，你看那么瘦的人，然后那个洞就真的我就是巴下去就下去了。然后他现在那个补洞马上补起来，隔天。可你有靠近吗？我就站在那边、啊，他就是要跳下去，他是真的要，他是要跳下去，然后上抓住。上跟我说他没有用过那么。全力去抓住，我是不太记得了。他一放手，他觉得他就真的会跳下去。希望是用这种颤抖的口气跟我讲，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然后第二次，有一次是普吉岛跳车，就是喝醉。所以我觉得我喝醉，然后普吉岛也是喝醉、啊，都是喝醉，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少那样子。可是普吉岛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刚跟 Marco 在一起的一年，还在磨合期的时候。是因为吵架？对，我就很喜欢把人家推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跟他吵什么？什么都可以，就是像现在想不起来，就是小情绪。因为我觉得吵架好像是不是都是小事啊，很小事，就然后对，然后口气在变差，然后再变大。我是到结婚生小孩才发现，我跟我老公其实有语言上的问题，是这几个礼拜我才发现。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他会我说哎、欸、老公你要吃吗？他说随便啊。那随便啊，我就会听起来很像是他在不开心。对对，后来我才发现他其实没有任何意思，没那么好。对，他的字句是没有任何意思。是他做没那种没办法正确的讲述，就是他到底要什么。他的随便就是英文的 whatever 都可以。Yeah, 应该是他应该是说都可以。对对，就是这种小东西，要很细微，你可能要从很多小事情去观察，这样你才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所以我现在有个小方法可以教大家，就是我现在有情绪，像我一天还是会很多时候都心里很想炸，很多各式各样的炸，不是别人的问题，就是我自己很多，我就会现在会这样。什么意思？打完了之后，然后就是你要走掉吗？你觉得很没有，他就会提醒啊，就很像那个魔法棒，对。Hey, wake up！ 你不要再这样了。对 ，wake up！ 要回来这样子。你要在意吗？这样子。好了，刚刚你还没有讲完了，就是你有没有幻想过你自己婚礼的婚纱？我真的很想听这一题，这题真的很重要。我一直在想，我自己穿白西装、白裤。你好前面哦。就是你不穿啊。所以另外一个人要穿晚礼，男生要穿晚礼服，黑色晚礼。可是我有发现你很喜欢羽毛，是吧？是你喜欢还是这个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幻想就是比如说，可能就是一件全素的白洋装吧，或者是白全素的白西装，然后可能晚上做一定会光，很夸张的，直接再穿一个，就然后这种有钻石的方面，就吓到大家，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。完全可以想象得到，因为我自己就有想说，哇，这不适合穿的意思，就不是穿那种大礼服，然后渐层那种、啊。我发现你真的都是穿比较，就是没有那么布灵布灵，对对啊。那流苏是哪里来
流苏，流苏，流苏就是一直觉得，就品牌从一开始创到现在，一直都是有流苏。如果你最近想结婚了，欢迎进到尼克，尼克，尼克，尼克的婚礼上。还有他们的时装，像这个我觉得是我身上这个天鹅羊装，对。那你要自己介绍一下 Nicole by 哦，现在的时装是 Nicole by NF， 就是 NF 就是 Nicole Michelle 我们的品牌。我很喜欢，每件都想要。我希望我衣柜以后就是你们家也跟我们家衣服就是挑选好这样。不会跟他撞衫，就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件。是，对，就是独一无二。哎，这种是有品质保证啦，是，对吧？好，我今天很谢谢 Nicole。Yeah.我们要吃饭的，我们要吃饭的，还有她男友在家里，他两个人吃饭的。去男生帮你按，然后你可以要求爱爱，或是不要爱爱，合法吗？这合法吗？不知道，可是他确实是有消音，就是那个，这当然是不合法啦。消音是什么？就是那种采访，就是那种采访，然后那个男的就是糊掉，就是那种经过处理的。他说：“哦，我们这一行就是也是蛮辛苦的。”真的有，等一下找你看，我们可以研究。可是对啊，看一下地点在哪里。先就大家帮我查出来那个新闻，然后之后把它剪到我们的后。他现在在查。